Advisor TripAdvisor 介绍过这间，这间蛮很难讲，可是就是好吃。然后它微甜，不怪啦。今天大妹说要来吃一下意大利餐，所以你看巴厘岛的意大利餐的 restaurant。其实他这间是有给那个什么介绍了哈 TripAdvisor 介绍过的，这间是真正是那种外国人开的，他的老板刚才才迎接我们吧，才出去招待人。他的你看墙壁的楼上像意大利一样，他们会有那种地方拉近给你们看。很浪漫的一间，然后我们选 indoor 坐，它其实有 indoor 跟 outdoor。谢谢老板。哇，谢谢。等一下就等食物来了。今天是来巴厘岛的第一天，这个是从我们 check in 到酒店的，这个是第二个地点，然后背景音乐很舒服，然后我们刚才走路过的时候就大美讲要来这间 OK 了。食物终于来了，45分钟到，哇，可是食物怎样？好吃，它你看它这个鲑鱼啊，它鲑鱼啊，很香。它是马铃薯，可是它外面包这么很咖喱，然后里面要软不软很难讲，可是就是好吃。然后它的菜啊，不要看人家，它有一种姜啊，然后弄得很好吃。你吃看这个看。这是lemon鸡，哇，太好吃，好吃，清清的lemon味道，它不会很浓，好，口感很 fresh， good， 你这里，忍住，我们吃正餐先 ，OK。我们来看小梅吃意大利的甜品，这叫什么？Chocolate mousse， 看一下啊。我不会吃嘛。Creamy 好香，讲的不好听话，好像。Creamy 这样啊，好料哦。微甜，好像脑子。过来啦。嗯。哦。没有 cake 哦。没有 cake 哦，过来啊。评价多少？十分里面？因为不是很会吃，对，然后没有 OK， 可是它味道不错，6-7分呐、啊。哦 ，OK， 满分10分。嗯，很好，下次再试看别的，拜。有一间很可爱的冰淇淋店。哇，很香耶，哇，很美耶，它是两个价钱，很多的选择，要吃吗？不
懂。是小啊，三十。小。How to order? Can I how to choose? 点那个吗？小一个口味包吗？小的。那你要 try 看什么啊？你可以问他。Can try? This one lemon. 嗯？哇，很香。哈哈。我今天要。他说想 try。Matcha green tea. Try.Yeah. Wait. This one, New Dara. New Dara, good. This one? Oh, yeah. Try. Wow. Wow, this one is good. This one.啊 small 啊，饼干可以吗？饼干可以啊。biscuit 啊。是啊，它这里还有。买给我吃啊！那去那边拿。真。哇！地点，今天的第三个地点28号，我们刚才从那个神明雅的海边去那个拉巴扎，然后又去意大利餐，然后现在走，看到冰淇淋，我来这里吃冰淇淋哦，他超级爽，不要再拍他，等下他讲完拍他的脸太大。我那边是印度餐，那个这个街很长。